你安尼吗？我打电话，先生，你好，新准备啊，买水啊，买水，我还是。来，有人想要就，你讲啊，一半半斤啊，行情价，咱要赚成半百哦，加加袂得三百两百块啦。来，我这直接批发价，加一半两包三包四包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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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请你讲哦。哦，咱讲真嘞，嘿，很尴尬哦。来，个人要吃，讲完了哦，200块，200讲完。好吃的新竹贡丸有没有要吃？200点后，个人要吃无？无人要炒啊？好，来，好，黄少来。啊，野生的金龙鱼好吃哎，那清蒸煮汤干煎超棒的，没有幼刺，打不准。没有幼刺。那个一次就是要两只300块，哎，两只啊，对，一次就是两只300，哦，哎，2包了。你后面要拿去卖别人，卖一次100，卖一次200，都你的事情，哦，哎，都你的事情，说这个实在话，哦，哎，来，我这里就是一份一份买来，我们家压线金条不？小姐那边怎么样？好吃，有样子啊！有啦有啦，谁有啦？一定有。你会不会吃？啊？啊，大声的，无听。三个啊。三个没有。好啦，你吃两只啦，一人吃两尾就好啦。为什么才会少尾？来五尾啊，六尾啊，安尼应该吃会完吧？就做这个吼。你若几个人吃两尾，才千100块啦，一盘公只捞100，你别人就只捞300块。三百。哎，这一个300就。没有办法多一只，我跟你讲，这今麦这海鱼要赶快去吃，我等后面都会死。好好，那你要吃金龙鱼的吗？这是现捞野生的哦，这不是养殖的哦，你们注意看看不一样。有人要吃无？300块就好，一尾给你，两尾给你，三尾给你，啊，四尾给你，我靠，人捧正300啦，这不要送啊，这不要请啊，300就好啊，有人要吃无？有，我加一尾。加一个尾，好，是啊，来，个人要吃无？好，啊，等我坐，我拄好发过啊，稍等一下，十分钟了才好。来，有人要吃无？啊，金龙鱼，很好吃。不好吃，后礼拜拜来考我咪。啊，哎，安尼300，这好鱼啊，阮台北较足熟的，这野生的好鱼哦，海鱼啊，你看伊目睭金好吼，真正金的，足水的。哦，啊，若爱食白带的，即摆嘛拢现捞的，拢足水的啦。我想要买，你那毛白板啊，下好高度，哎，那个菜很吃不紧。啊，你要吃金龙鱼吗？我你也是买在 Q 的呀。哎，你要金龙鱼吗？来，你那边叫叫，我就叫花条啊，吼，快些来。来，哥，咱们吃金龙鱼吧，两罐啊，300块300条。阿弟，你吃啊？阿弟啊，过年前没有啦。哪有没有？什么呀？过年前都8、4百了。青菜啦，番茄公，你赶紧啦！大哥，你这给他吃点心，我都没心吧？哎呀，炸的，哎，过年前你吃的多呀？我买就叫爸爸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没吃哦，金龙鱼300块，拿来。我跟你讲，来这里开始哦，等我喊哦，不好意思哦，要什么你们点菜就对了。来，有人想要吃无？来，开始来。六只给你，有人想要吃无？现捞金龙鱼，300块条，这种海鱼啊，足鲜的，野生的，有人要吃无？吼，阿姊，我跟你讲，阿姊，我来讲吼，这种物件，我来讲，足侪人去买，不是干咱我这边尔，咱公司呢，吼，不用，真的忠于我这一摊，这种东西啊，没有在赚钱。阿姐，我来讲啦，迄种物件加卖尔，哦，迄种物件加卖尔，这有诶做成，这食做成，你才有惊，这食袂完，我哪打哪摕啦？我来讲真诶啦，拢都靠我咧供应。来一份100块啦！来啦！想要食这淡水一碗诶，来啦，赶快拿150啦，不用画大饼了啦。去火锅料店给人家捡捡看，超级贵的啦。哦，来150哦，150，150，你我靠好平。来150，谁要吃150？哦，你多少？我你多少？我一百嘛，快点，来尝试嘛。来，好，150。加点酱，加点酱，然后摆出来，然后
袂紧啦，袂紧啦。透早尔，还佫无上迄落个啦。来，佫最后一个百五，人买啊无？安尼你透袂啊？佫最后一个百五，买无？啊，至于我物件袂了信用啦，我准备甲你讲一句话啦，大家甘愿来，我甘愿，咱讲先来甲我买啦。哦，来。还有人想要吃什么？来讲话没关系。老弟，来，开始。他这个太多了，哇，来，你要两只来哦。两只。哦，还要买多少？三个半就是。昨天卖三件，所以今天，所以今天带一件去好了。哦。三公斤呢？这大地六十片装的，旁边有写哦。咱讲真的，有的时候你看到这花，吼，你给你看麦边啊几地，你知道？再起来，完全没有骨头的，免讲熬料啊，啊，给你讲保证会袂咸哦。相信我，不会让小孩子也可以吃。好香。老板啊，好规矩啊，一条、三条、四条。六地给你啦，十地给你啦，来两百块了。哦，今麦换路子啦，多点要钱啦。好好好。好好。八块。不好意思，啊，等一下，开始。十地啊。什么东西？鸡排啊。新的。鸡腿排啊。牛奥良五谷鸡腿排，真正好食诶，这个网络足清诶。一二三六。来九，来十，八六，最多多。今天只有一件而已哦，所以卖完就没了。哎，搁要十票啊？六七八九，还是？我无吃啦。来过来。无啦，迄个阮家我老公好食诶。够好食诶，是的。哎，等下楼梯边来，两层层来楼啊。安尼啊，哦，那么方便哈。这个、喔、用煎的就好了，免用遐侪油来用，免啦，免用煎的就好，免油嘛免放伤济，伊这个水油。三，来来来，两包给你。来六，来七。啊，有迄无？来好。有迄个虾钳无？有。来九，来十，来两百块。个人要吃嘛，个人无摕到的话两百。还有人要吃牛二两鸡腿排的吗？五谷鸡腿排，我们吃完两百块了。够人买无？拢有啊吼！小姐，你买啥？你拿来晓？你不要，你要收尔，够人。够人买无？好好好，紧就好啊！因为今仔一手分无几个人摕啦，咱紧就卖袂掉就好。我今仔无走足济啦，早两走一件尔。六，来七八，来九十，来两百块来。还有人要吃吗？来两百块的最后一份谁要？二伯。来明啊，好，阿姊等我来画，好，不好意思，等我一下，等姐姐来吼。六。啊，黑的，什么名字啊？那个。哎，九班啊，从五十。我知道，黑人，我看黑人。来，好，阿公要怎样？讲来。虾卷。虾卷来，虾卷好啊，虾卷好啊。啊，葱抓饼包好人未啊？葱抓饼啊。葱抓饼什么啊？葱抓饼包好人未来无？飞机啊吼，飞机啊，你好，葱抓饼卖上高顶个花啊，好上够棒个啦，嘿啦，你袂讲面伊嘛一包一百块啦，啊你甲你讲啦，真大包啦。阿爸啦，虾米啊？虾卷吼，虾卷，哎，虾卷今仔是毋是一件尔？无啊嘛。虾卷剩一件尔。无啊吼。嘿，无啊。还好啦，三个人客着啦，你若有介意，我讲安尼啦。啊，一包，一包两包。你交钱出去共买，我讲啊，一支十五块啦，一堆啦，互你食啦，甲你去我买几斤就三少就好啦。人家的钱也好，三四百块就够了啦。来，现在三个人就对了，三个人就对了，不会掉。哦，不用三百，两百不用慌。有人要吃无？两百不用买，百五就一百五。有人要吃，有人要吃脆皮虾仁卷无？就这一件而已，好吃，性价比很高。可以用炸的，可以用炒的都可以。你们煮火锅买来吃哦。来来来来，最后一个百五，下面来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虾卷谁要？一百五而已，百五，就水的，就水。有人要吃无？最后一个，有人要吃无？有人要吃无？没有人，拍照来好，谢谢来。来，蛤蟆，我跟你讲吼，这个装置的时代化吼，
临江拜托的蛤蟆，我有分段吃，因为这蛤蟆我是来讲真的假的，哦，卖白白搭搭，物件足多，哦，这种分时间，时间限制，你若时间限制来，再来买，再来买，买就较早的，哦，啊，一百条。那黄鱼过来。还有人要吃蛤蟆吗？要吐沙的哦，100块。哦，这个没有赚你们半毛钱呐、啊！我来跟你讲啦，蛤蟆我买那个钱啦，做火锅的。因为东西很多啦，哦。臭刷啦。啊？保证来绝对啦，一定来。我说说你直接讲咧，你直接讲买，咱讲真咧。哪一个人要吃我来大条蛤蟆？有人要吃我来100块，100块，有人要吃无？我问一声两声来。没有了哦，还有人蛤蟆吗？都有了哈，都有了，来，成交。等下人家都讲叫蛤蟆花两斤啊，那个中国货单吗？没有。怎么样？你吃这样？来啦，我买先给你啦，足水的啦。我个人开钱要想做二幺五片条，这两尾偌济？咱讲真嘞，哦，500免开，400免开，这两只300条。看人要吃无？看人要吃好海产，对。还是要吃较俗的，我嘛较俗的，两种。来。我跟你讲四个话啦，来，看这里来，来啦，买鱼买货就是怎样跟你讲，一分钱一分货啦。你别俗的，我跟你讲，我嘛是俗的啦。哦，这个成本一台斤花，我今天100多块呀，我唔惊你知啦。这个啦，10块啦。哦。来，你们看到没有？怎么样？哦，很简单。啊，如果你们想要吃这个，就简单嘞，一样很漂亮。来，一分钱一分，我说过了，来。有人介话，你就买来。有人要吃无？有人要吃无？赶快来，500、400、300，免开啦！什么吃我鱼的？200条啊！有人要吃无？200块，你要吃来吗？来来来，快来！三百条，哎，另外分十条，四条不加不用加货。好，那边吧。啊？来，